男孩哥及时出现，才让我没有受伤。今天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啊，韩刚。你不自我介绍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谁？明明跟那个 Andy 长得一样。你是韩刚吧？我叫 Andy， 我是新来的服务生。Andy， 你以为在外面要是遇到什么事情，报知易盟，我罩你。你是黑道，哭什么？长那幼稚脸，还敢见人？没有人这样骂过我，我爱上他了。哪个他？每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，还是神仙老师狗。